好像被逮捕，全台最正美女警察来了。古典美，古典美，周冬雨，看她一个人头破血流，流很多血。然后还有一个是这边就跑出一个白白软软的鼻涕吗？不是鼻涕，鼻涕被砍流鼻涕。民众对女警她态度会比较温和，是不是有经验？对，先正看一下，这给你没关系。对，我连估计成本都低了。台湾生的职场选秀，好，真的假的？职业水平，对啊，我们陪你一起走，动脚，不要走，好想。两方在扯平，那个小流氓是被叫来支援的，他就一直在旁边一直干扰我，一直说可以认识你吗？我可以跟你加赖吗？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说你真的不要跟我加赖吗？我带劳力士哎。道歉，因为这一集会引人犯罪。来吧，全台最正美女警察，你们这些坏人，不要给人家这个人设太强烈，是不是？不不，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当然，其实很舍不得。对，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有看过美女警察吗？女警的，你上岸那么多次，多多少少有遇到吧？我进进出出这么多次，对不对？熟朋友。就在有一次呢，刚好那一次也不是我犯的错，不是你，是刚好我跟朋友去喝酒，然后在这个夜店的外面，是，然后就看到一群这个醉汉在那边闹，然后当中就有一些快打部队啊，一些警察，然后当中有一个女警，长得很清楚，她就感觉不属于这个部队里面，对，她很奇怪，不无法融入在那个画面里，对，她也是要负责，他们都会搭配女警，真的要处理有一些女生，对，比较方便，对，方便，是，然后她就一直在跟那个醉汉就是说，先生，你不要这样。就是因为一直闹嘛，那我跟我朋友在旁边看，就是这个正义感就爆棚了，我们就觉得一定要上去秀一波，帮忙，对，帮忙，警民合作，真的，秀一下，只要那个女警说什么，我们就附送一次，起色器，也没有，我就想要有一点，等他下班再约他吃六妈妈，慢慢约，不急，结果那个女警就说一句，先生你不要这样，我跟我朋友在旁边说，先生你不要这样。他说什么？你闭嘴！我们就说你闭嘴，然后你闭嘴，你闭嘴。然后女警就最后是跟说，是你闭嘴。哦，打扰到他，对，臭鹦鹉啦。哎，本来就是啊。他以为你在模仿他。对，闭嘴，你闭嘴，不要再这样子，不要再这样子。臭总，我记得以前有那 PPT 那种表特版。然后他就觉得各种不同行业漂亮的女生，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不能讲这个字，因为现在在他耳里听起来是 BT， 对 ，BT 邱永敏，这是 BT 版，这么说算，因为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啊，稍微就是有一点算是爆红了，对对对，恭喜啦，唱歌都不红，他入行这么久，你不知道这个事，知道他流鼻涕，不知道，他现在是台湾 BT 哥，节目上面只是讲话，结果哇，那个鼻涕大概有这么大一坨，硬生生的冲出来。真假的？严格来说算是人间阿呆，他现在是知名的鼻涕哥。对，你还是鼻子怎么了是吧？不是，是因为那个时候在重感冒。哦。对，然后我为了那次，他是个主题是跳舞的，还要表演，我练了三天，根本没有人记得那集我跳过舞。来，天王教你，好。是，天王是天王教的。对。瓦宅，哦，是哦，真正的天王教。可以，那可以停，那可以停。我以前不知道是这样说的，怎么是擤擤鼻涕？不是，是怎么样呢？我们当天王也没有在挖鼻孔的，那怎么办？怎么办？会搭那个国内航班，对啊，然后就坐左邻，聊天聊得差不多，突然间他看他拿的，而且哈，餐巾纸特别好用。卫生纸太软了，会破掉。对，然后他就捏个头略大，然后后面细一点，然后塞进去，滚动。原来天王也有这一招，回来我就试了一下。然后呢？家里没有餐巾纸嘛？对，怎么办？但我们有那种餐桌纸。就是厨房纸巾，粗的那一种，撕一张条，那个要求，今晚可以试试看，给我咔咔，哦，都是血，太粗了吧，好痛。好，回来女警哦，女警，我们是聊女警，聊女警，不是 BT 啊，是表特版啊，哎，表特版就是很多各种。
行业的美女，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女生特别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刚好开车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不知道刷到新闻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远远看到有个女生在那边执勤，女警，哎呦，然后我就觉得，哎，会不会是她？然后你开过去的时候，你左眼你可以瞟一下，就跟她说，哎，好像是她，很漂亮，所以我在前面马上就回转，哎呦，就要给她临检一次。起色心又来了，起色心不是起色心，是希望有一个眼神友好的接触，对，因为你想看一下也高兴，不是因为你想看一下本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表特版很多很漂亮，你哎，你要遇到表特美女那时候不容易，而且警花哦，他说哎，你好，林先生，就满足了。对，然后说啊，这是我的证件，我是爱上女，看你怎么骗。哦，我不是骗，因为讲这个，我一听就是真的爱情故事，真的爱情故事。相信你哦。我那个时候当替代役，就是当警察替代役。我第一天上班其实非常痛苦，因为谁当兵会开心嘛？我一开门的时候，我发现哇，中了。这个女，我的主管，女主管，女警，她的笑容好像手铐一样，她铐住我的心了。警察局，我在警察局当兵，我那时候是替代役。我看到她的笑容之后，我心里想说，我不退伍了，我爱上她了。她这个要签了，要签了，厉害了，没错。我默默的这一年当兵里面，我的薪水一个月是6000块而已。我帮她买便当的时候，我都默默的帮她买双主餐。而且我看她去，有时候她会抓到一些酒驾的犯人，她上铐被她上铐的样子，我看着那个犯人，我是羡慕那个犯人。真的吗？我为了他，我熟读刑法，我看怎么样才能被我的主管抓起来。在骗吗？真的啦，随便背，随便背一条，真的啦。女主管怎么这么假？那个卤肉饭，卤肉饭，卤肉饭里面莫名其妙多了一根鸡腿，他不会怀疑。对呀，他不会怀疑，他就来路，而且是来路不明的鸡腿。来路不明的鸡腿，哪里来的？敢吃的？我跟你讲啊，退伍跟他表白吗？我没有，我跟你讲，我退伍那一天，他帮我们办庆功宴的时候，我还发喝醉，喝醉还发疯，说我不要退。退伍，不然你把我枪毙好了，我退伍之后活着也没意思了。哇！我跟你讲，我用这种方式，这种激烈的方式。他当时就是没有这样做，搞得我们现在这边听。主要是开始没有带枪，不然可能。你当初就应该签一下。那时候有找啊，我们冷静一点，好吧。我们这个女警的工作，她也是辛苦的，当然是辛苦的。好吧，这一位叫于杰，刚好跟圈内的其他前辈一样，于杰167公斤，57公斤，是的，很标准。单位是哪里？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离我们很近啊。他在警界有小王进3年多的小王进哦，好吧。王进也漂亮哦。来，我们先来一起来欢迎于杰，欢迎于杰。Oh my god！ 67公斤，哇塞，哇哦！好像我猜，干脆拿个麦当劳套住好。来，我们来看看于杰真面目，1、2、3，嗨！哇，笑脸是笑脸。我是于杰，今年23岁。那目前之前是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那现在在警察大学受训中。哦，受训啊 ，OK， 3岁很年轻啊，对啊，3年多了，时间过很快。哇，从20岁就开始了。来，关心一下好不好？当女警有没有？你要接触民众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民众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你？应该说，其实民众对女警她态度会比较温和一点，像是不是有经验？对，没错，有经验。男警盘查跟一般男生就比如说，哎，不好意思，先证件看一下，有点不给，不给，就觉得耽误。女生就算一模一样，不好意思，先证件看一下，这给你，没关系。对，估计成本都低了，看这个，是我家的，会加，可能是知名度的问题，他们才会遇到不友善啦。哦，一般临检到我都，哎，宪哥啊，怎样？对啊，认识熟面孔，不会主动。我会主动哎，就很配合。学长好，辛苦了。对，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我们开心的跟他聊几句哦。对。对他今晚是很有帮助，没错没错。看到我们开心的聊，哎，刚刚有吴宗宪的什么，他整个思绪可以进入到比较快乐，比较轻松，轻松一点。不然他要吝啬当艺人呢，不要吝啬付出。有，对不对？我那个时候都就是一聊，不要一聊，我就是跟他交换电话号码，现在都线上好友。有，我们都这么配合，过度配合。为什么要可以吗？你们可以吗？比如你说电话，对啊，如果你要赖的话，有过，但不会给，他会给我他的名片，然后跟我说，哎，有空可以来我们的店。小姐，这是我的名片。没有，但我们都不会啊，因为上班就上班，我们分得很清楚。哎，然后他还参加过歌唱选秀。好，真的假的？哦，对，以前是会唱歌的，而且有星梦哎。对，以前有想过就是走演艺圈，但是家人担心我吃不饱穿不暖，然后又加上主要是因为你不会，是他们会。我看到他们现在。
都吃很饱，我就有点后悔了。他们没有吃饱，真的吗？说实话，都打肿脸充胖。有没有感觉于杰啊？感觉好像这个至少出道了五六年以上的，对，侃侃而谈，对呀，很会聊，对。用闽南语讲哦，就是说恭维无来无去呀，对啊，有来有去。有一种哈，有一种太小气了，你问他什么都拒呢？嗯嗯，有对啊，对，这个不行，拒点夫人就要想落落大方，落落大方，还是宪哥要签吗？工作有帮助到了，因为历练的关系。其实，可是主要我会读警校，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因为他们会觉得囡仔较歹教嘛，阿红教较紧。是因为你比较皮吗？没有，就是他们怕说会学坏。那你去警校，有人教你那种军事化管理，每天五点多你还不能离开学校，你要很难学坏啦。所以本人啊，所以就是进警校前本身有殴打家人的习惯，还是怎么？没有没有没有，感觉很坏的样子。有几次还没有形成。对，你不可能会唱《玻璃的监会》吧？不可能啊！跑车丢在隧道里面，汽车狂奔，追到他之后，他就开始哭，他就说还有喝酒，看到他看到，对，请问一下，喝酒下车用推的，不行，他不要学，马叔叔是因为我被抓过。一公尺里不如休息，职业水平，对啊，好可惜，对啊，闽南语歌坛你算漂亮，什么意思？你要得罪错人？等一下，等一下。献给自己的阿妈，对，她也很喜欢看电视。阿妈也遇到渣男，阿妈，阿妈，阿妈也很慢的，永远的铁粉啊，也是的。阿妈，谢谢哦，谢谢阿妈，谢谢阿妈。阿妈还是在我的管区之内，没错，你也粉丝啦。对了，对了，爱你哦，阿妈。这有点可惜哦，对啊，闽南语歌坛。你算漂亮的，对对，谢谢谢谢谢谢。什么意思？你要得罪错人？等一下等一下。闽南语歌坛人比较少，对，而且你也是漂亮。我为我们警察同仁啊，我们要求一个公职人员，你不能斜杠，应该让他们可以斜杠。没错，对。陶喆就本来是 NYPD 啊，哦，他是还是 LAPD 啊，就因为干不下去才回来啊。那叶星怎么斜杠？人家对啊，斜杠，不要
要这样。陶喆歌唱那么好，然后去当警察，太可惜了，对，可惜了，可惜。写的也很好，希望未来加油，对对对。好，我已经跟他们讲了，那个署长有听到啊？有了有了，有跟署长电话有讯息有回复。现在在警校了，办活动你就一定上台。对啊，可是他的工作明明就是更危险的，他工作还要在路上抓犯人啊，或者是有抓吸毒的啊。对啊，对，因为我们保安警察大队他的工作性质就是临检，就像你们平常台北上面应该很多路检，对，就会酒驾临检那种的，对对对对，周末晚上，对对对，我们就主要就是抓酒驾、毒品、通缉之类的。抓过路上吸的那一派吗？可能有遇到过，不好说。没有没有没有，不用不好意思，这只有宪哥可以说。对对对对，我刚刚都不敢讲，我刚刚都不敢讲。有什么保密是不是？可以聊都拿出来聊啊，对不对？只是觉得怪怪的，你可以收我的车吗？可以吗？其实好像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的，比如说像我之前抓过一个案子，是我跟他说，哎，先生，不好意思，证件借我看一下啊。很多人证件会放在那个挡光板上面，对，对，他就哎一放下，哎，一包海洛因毒品就掉下来。对，那他怎么做呢？他掉下来，你怎么确定是海洛因？对啊，你会不会要求要看吗？因为掉下来，如果哎日安完美，那怎么？没有，我们这也可以自入，是经验卡，这也可以，因为它就是一包，然后白色的，然后它重点是它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赶快把它藏到它的那个大腿底下压住，他可能以为我没看到，欲盖弥彰。对，然后我就说先生，那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然后他自己就承认那是毒品。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叫他拿出来，但你不能去搜。各位，重点来了，是抓到这个，你们会有积分吗？积分不，很多人都会以为就是会有什么奖，对，但其实业绩那些没有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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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以为没有没有，大家都错觉，那个都只是一般的，可能就是几百块那种什么绩效而已。那哦，所以就是它只算是毒品奖励金，还是有吗？那个几百块很少很少。闯红灯有没有？闯红灯好像每个县市不一样哎，有些有。遇到酒驾的怎么办？还有汽车逃亡的，还有汽车隧道里面了，很危险，都危险。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弃在隧道里面，是民众跟我们说，哎，有一个人把他的跑车丢在隧道里面，然后自己汽车狂奔这样子。对啊，她大概是三四十岁的女性，是，然后我们就去追嘛，然后追到她之后，她就开始很紧张，开始哭，开始哭，她就说她有喝酒，可能前面看到她看到，对，她看到我们了，车丢了，对，就跑，对对对对，啊，其实现在都要警民合作嘛，所以民众就跟我们说，好，请问一下，这当然大家不要学，好不好？对，叔叔是因为有练过，哦，你有练，不能说有练过，叔叔是因为有被抓过。有经验，如果前面在临检，然后有喝酒，然后下车用推的，不行不行，因为其实我们不算开车吧，因为没有说喝酒不推车，这个我知道。嘿，这酒驾的就是如果你喝酒坐在驾驶座，你发动了就算酒驾，就算睡觉也算，对，就算酒驾行，他只要对这种不行，因为我们都会录影，我们临检诊断都会录影，睡觉也是哦，对，只要发动可以在驾驶座上面发动引擎。好，了解了解了解。女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又遇到这个刑事相关的人啊，是女生嘛？啊，女生看到女警就同理心，就安心嘛。对，没错。他们男生，比如万一是命案，人家在哭，我们男生要去安慰女生，不好安慰，怪怪的，怪怪的，动不动就会想联想到那个女警在，不管是女嫌搜身，或者是像那种性侵啊、家暴案件，其实都非常需要女警的存在。因为我之前有处理过一个就是情侣吵架的案件，对啊，他就有直接表明说他希望女警在就好，因为毕竟我们比较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比较安心，可以感同身受的那种。他有处理过刚好是你前男友或干嘛？天哪，我也蛮想处理看看，可是还没有前男友，没办法。哦，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办他。而且遇到认识的人，那多尴尬。对啊，谢谢可爱的于姐，谢谢。第二位，好，第二位叫做李佩，他当警察资历是两年，身高164，52公斤，然后他是隶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而且他从百人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警专赞礼小姐。哦，赞礼哦，就是我们李斌，李斌小姐，门面要很漂亮。欢迎李佩，欢迎。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嘿嘿，来，一
起来看看李佩的真面目。一、二、三。是古典美，古典美，空灵的周冬雨的，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啊！大家好，我是李佩，目前的机关是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现在在中央警察大学受训中。中央警察大学，中央警察大学还在受训，跟你的一样，同学。所以站礼小姐是什么？就是可能像有毕业典礼，或是可能警察的颁奖大会的时候，就会需要我们去递一些奖品、奖状。不是人家送礼的时候，你在旁边睡摇睡摇。毕业了也不太确定要做，因为本来是学餐饮的，但餐饮这么跳动，哦，餐饮之前还是学芭蕾的，所以更跳痛。对，餐饮跟不是斜杠，它是歪杠。对，它这个不同，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有一个律师来，结果他斜杠是什么？什么？律师？他是钢管舞者，女生啊，女生，对，蛮厉害的。所以要斜杠来，之前说难忘的 experience。像是有一次有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在公园吃那个铁棍，要乱打人。吃铁棍，吃铁棍，手持铁棍，手持。会不会是街头艺？我要不要凶人？对，那个铁棍，准备喽，就是要打那个在下围棋的老人。向玻璃师大人致敬，经手案件千奇百怪。金钱纠纷在某一个公园，嗯，就是到现场一个人头破血流，就是流很多血。然后还有一个是这边就跑出一个白白软软的，哦，鼻涕吗？不是鼻涕，谁被砍流鼻涕？电动独轮车行驶的很快，然后在大马路上要拦他，结果他就开始很快很快的逃，撞到我的警用机车，他就倒下去，他就站起来赶快跑，所以他那个独轮车被我们带回派出所，玩了六天。那个在下围棋的老人，他就是精神异常，怎么这样子？为什么打老人家？我们就过去，我跟一个学长过去，然后就要把他铁棍抢下来。可是，在过程中就是难免会有擦挫伤，因为会一直推挤，然后甚至他还有出拳要打我的脸跟胸。危险，超派耶！这个对，我们就一起把他压下去，上铐之后就带回派出所。哇，好危险哦！对啊，你看到这个宪哥大概两三哎几年三四年前了吧？对。我们那个小灯泡事件的时候，是我出来发声，我说如果我们家人有忧郁症、躁郁症这些状态的时候，精神官能方面的一个问题，你一定要通报，谁来通报？家人、直系血亲来通报。多一层的防护嘛，对对对，对不对？然后我会安慰我爸爸，我就他只要是忧郁症的时候，就在那里这样，哎，我们家忧郁症四十几年呢，嗯，要靠儿子这样每天安慰跟他聊天，好不好？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有关单位听到，我们万一是有这一类东西的时候，是我们家里的人就是我们第一道防线 ，OK， 不要去害到外面，他会不会伤人？你最清楚嘛，对的，你要通报。让我们多一个机会可以活命。好了，还想记得要通报一下，你的状况怎么样？对了，你要我在说谎而已，通报什么？没有了，他只有贫穷病，那个不用通报，那个不用还可以吗？非常好，讲对。对啊，对。哎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病视感，有病视感，没错没错没错，很重要。是是是啊，违规汽车逃逸，舍不得新车，自己跑回来归案。有这种，真的会舍不得，这蛮好笑。跑到一半蛮后悔了，车贷还没缴完。新车哎，我活了还没撕掉，他们万一开。我的车刮到怎么办？我还是回去好了。对，它其实就是那种电动独轮车啊，就是独步车，就是推三轮，有点像滑板车那种感觉。哦，对，但它那个其实是不能骑在道路上。对，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这些民众很困惑哎。对呀，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为什么不行？是不行的。那个要买在骑在哪里骑？它骑在道路上是违规的。那它要骑去哪里？那哪里可以？那哪里可以骑啊？公园啊，公园。
公园可以，家里啦，家里啦，家里可以骑。公园好像也不行啊。私人道路的话就一定可以，对。但公有道路上，我买来在私人道路骑，那买来干什么呢？如果我家只有六坪，然后我买那个车，我就在我家里面，那就弄边啊。对，什么意思？太小了吧？对，什么意思啊？那这是很，这现在还在很蛮模糊的地方。对啊，因为路上还是偶尔会有人骑啊。电动的滑板车进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法规，对啊。结果大家一窝蜂的去买了之后，才发现啊，规定是不行，还是会被检举或是被抓这样。对，他那个是蛮明确，就是他行驶的很快，然后在大马路上，所以我们才会去要拦他。结果拦他之后，他就开始很快很快的逃逸。哦，他甚至比旁边的汽车都还快。他应该骑着那一刻就跑，对，他跑一吹了就跑，可能紧张会不稳吧。他是那个独轮车，他就一吹了就跑，然后跑到小巷子里回转要逃，就是要躲避我们嘛。对啊，无尾巷啦。对，然后就撞到我的警用机车，他就倒下去了。哎呦！对，然后他倒下去之后，他就站起来，赶快跑。所以他那个独轮车被我们带回派出所，大概调监视器玩了六天。哎，这个蛮好玩的。对，哎，充电很快哎。错，玩到没电。错，不然一定是玩到没电。玩到没电嘛？玩到没电了。对，我们还调监视器，然后再回到现场去找那个人。对，结果大概过两三个小时，他自己跑回来。我们就说：“啊，你跑这么凶，因为他还跳到屋顶上再跳下来。”哎呦，跑。对，然后跑这么凶，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怎么会跑回来？他就说，因为那台很贵，3万多块，所以他就想要来把它拿回去。拿回去，对。然后是因为他有喝酒，所以他才跑成这样。哦，不只是违规，而且还酒驾。喝酒，对，所以他心碎。不行，这样算酒驾。但是电力的，有电力，对，有电力就算。一般的滑板可以，没有电的就没关系。人力的话又是另外算，要注意啊，跟电力不一样。所以酒驾骑脚踏车也不行，也是不行，但是是行政罚，也是罚300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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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脚踏车也不行，脚踏不行。那酒驾溜冰可以吗？溜冰鞋。没有看过人这样的。那所以应该是 OK 了。阿虎试一下，阿虎试一下。哎，你要先平衡哎。对，太难了吧？是。而且是四轮还是酒驾晒棉被 OK 吧？可以。晒棉被可以。酒驾跟晒棉被。酒驾打给前男友哭。无聊，什么东西你可以吧？什么东西？各位，他竟然械斗案，看到两帮人马杀到脏器外露。哎呀，是没有那么夸张，太猛了吧？哎，想那一想，可以不要吗？他是三个好朋友喝完酒之后就很醉嘛，然后就好像因为之前本来就有金钱纠纷，所以他们就约在某一个公园，就是谈判，对，要谈判，然后二对一这样，然后到现场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事，站在旁边，然后一个人头破血流，被打破，就是流很多血，然后还有一个是这边就跑出一个不知道是肠子还是脂肪的东西，就白白软软的，这里白白软软一条鼻涕吗？不是鼻涕，要看清楚，不是鼻涕，不是鼻妹砍流鼻涕，所以你看到这个工具是。很危险啊！他才这样一个小女生而已，二十出头岁，也是二十五岁，25岁，那还是看起来比你大，对对。很多人这样讲，他操劳啦，很多人这样讲，这不是坏事。个儿高，30岁以前呢，人家说你成熟是赞美，对对。30岁以后，人家说你成熟，你就可以打他了。对。对，我们都常常打人，常常在打人的吗？哦，没有，没有，太好了。谢谢李佩。好，第三一位他是谁？好，再来这一位呢是 Jenny， 他真的有6年了，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哎呦，我们这边内湖分局的，他是长官清点反诈骗宣导活动看板人物哦，一起欢迎 Jenny。欢迎 Jenny， 身高165公分，体重56公斤。开两个洞的嘞，关达，请关达，关达了没有？你要去哪？我们地上有600多个 T 字，现在找不到，对不对？二三，千里。拍看板的深邃，深邃，漂亮漂亮，不错。来，反诈骗宣导活动，心理因素是这样，我们是女警没有错，是女，但是是个女生啊，对啊，谁不爱漂亮？君子好逑，对不对？我们也是考虑将来要嫁个好老公，要找到一个好的。啊，单身啊，目前单身，对，李冠和阿莎莉，单身可撩，单身可撩，可撩，对，在市场中，男模会馆的总经理，对对对，你喜欢会流鼻涕的男生吗？好喜欢啊，好喜欢，这么巧，这么巧，我也很喜欢你。真的吗？哇！问你，来，诈骗集团来，诈骗集团是不是？真的要撩要这样，怎么撩来？你教我一下。小心哦，警察局的一定学会很多语言。OK， 你是马英九的英文怎么讲？美女
面警察的执行日常，跟兔子搭讪，见怪不怪。哇，打马桶，马桶，妹子，打他，把面打倒了。小姐，拉倒了，我们陪你一起走。动手动脚，不要走。两方在车评，那个小流氓是被叫来支援的，他就一直在旁边一直干扰我，一直说可以认识你吗？我可以跟你加赖吗？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说你真的不要跟我加赖吗？我在劳力士哎，这么可爱。怎么撩来？你教我一下。小心哦，警察局的一定学会很多语言。OK， 你是马英九的英文怎么讲 ？You are 马英九。You are 马英九，哎，好累哦。OK， 对不起，好，我突然间讲完，好羞耻。You are 马英九，来聊一聊，是其实难忘的经验。来来。有一次去盘查超多人的黑道斗殴，发生什么事了？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所以没有任何的酒吧夜店是开幕的，所以他们都只能去会所喝酒。那刚好那天就是有很多人生日，所以有不同派系的黑帮，然后他们其实在下面喝酒的时候就已经互看不爽，然后刚好他们出来结束的时候在外面抽烟，那就好巧不巧，我跟我同事三个人，我们就开车经过。哎，怎么那么多黑人聚集？然后就下去盘查，盘查一看，就突然有人从里面走出来，对着另一帮丢小刀。哦，还有小李飞刀，小刀丢过去，哇，那没循环呢。哦，就开始全部都聚集起来打起来了。天哪！大概有快30人，可是你们只有三个人，三个人，那怎么办？而且你又是女生，另外两位是男生，男生怎么办？跑，还有这个就呼救援呐，快打，但是先喊化鸡丸，支援化鸡丸，化鸡丸，化鸡丸啊！然后当然是上去用肉身把他们排开，你肉身哦，真的假的？超屌！那我们赶快来打架，快点，太屌了！怎么女生下去这？对呀，一定要，因为我们女生就是当男警在用，不能对空鸣枪什么的。对，就是警告。那个状况其实可以，可是你要判断会不会有更大的危险出现。对，可能有可能，然后所有人整个疯了，开了之后小弟就拿出来了。他们自己敏感，他们口袋有枪，鸣枪的动机就是说必须要。我自身的安危受到，因为确实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武器，只是乱打而已。我询问一下，好吧，你们四位来回答哈。请问，第一发是不是空包弹？不是，不是，第一发不是哦，啊，不是空包弹，都是实弹，是实弹，都实弹，应该都是。以前过去有那第一发是空包弹。因为砰一声，你自己会尖叫，我很怕他，真的，就提醒自己就对了。对，以前第一发是空包弹，几十年前，没有问你们学长好了。好好好，我等一下问一下侯友宜，好吧？可以可以，这也太久了吧？我们也可以问那个纳豆哥，请他去问侯友宜。没错没错没错，要小心呢，鸽子没飞来，也要警察来处理。鸽子，这起来报什么案啦？因为有一个非常爱动物的小姐。他就是平常在公司大门口一楼前会有鸽子聚集，就是他们都会去喂鸽子。可是过年期间呢，鸽子就是不见了，不飞来了。回娘家了，怎么了？被夹菜了。对对。结果就只是真的是鸽子，就所以打电话叫你们这种叫你们去喂，叫我去问说为什么鸽子不见了，然后去调监视器找鸽子到底飞去哪里啊？你们该不会回局里还要写报告吧？像这种事情还是就算了，就是打一个简单的那个工作记录这样子。我去处理鸽子没飞来，对，没有更简短。怪女问哥，我答没，就这样。对，赶快结束这一局啦！应该是我的青春小鸟，不回了，不回，好烦呢。为了躲酒测，车主故意当场便秘。便秘的意思是大条小条。大条，大小一起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也是在停等红绿灯，就突然有一台机车就撞到我们的警车，一下车看，哇，
这个人酒味好重哦、喔，对，明显马上对，马上就现行犯，马上对他要对他吹那个酒测嘛，是，那他就是消极不配合，就是随便的呼两口气这样，哦，然后说哦我想大便，我想上厕所，嗯，啊你们不能放他走啊，我说不行啊，你赶快吹完这一秒两秒，我们就带你去上厕所，是，但他不要，不要，不要，他不要，拖了十几分钟，被我们强烈要求，他才。吹那个酒测器，然后吹完等数值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很浓厚的臭味。所以他刚是真的想上，他是真的想上厕所，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啦。不然谁真的要上厕所？你看吧，我以为是拉在裤子上之后就不用酒测，而且他缓缓的转身对漂亮的锦花说：“对不起，我人未调。”真的是未调，现场未调呢。对啦，对啦，我们有看到那个老先生啊，在路边，然后在那里，我们都假装故意没看到。对，是真正拎袂掉哎，现在年纪大了，没错，大家行个方便了，好不好？对对对，如果将来有看到我，你就先跟上铺陈，视而不见。先铺陈，我有代言那个邦宝师，再给你，他们有那种大件的，还用不到，谢谢。可以遇到小流氓炫富搭讪，那也是刚好是又是大乱斗，嗯，所以有两帮在车拼，然后那个小流氓是被叫来支援的，所以他其实不是主要的人物，但他就是对，他就一直在旁边一直干扰我，就一直说可以认识你吗？我可以跟你加赖吗？我就一对，就是你在已经在处理两旁在乱斗，我已经在旁边，可以跟你加赖吗？真的 OK 吗？很快，那不重要了，对啊，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说，你真的不要跟我加赖吗？我带劳力士哎，这么可爱，对，那你带啊，那你带啊，我带劳力士，对啊，我带了600多万，还没有，要遇到形形色色人都有，谢谢 Jenny， 谢谢 Jenny， 不错不错，来下面。一位是 Jill， 他资历是6年，身高178公分，体重58公斤，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而且他曾经受邀担任反诈骗宣导活动大使。哇，一起来欢迎 Jill， 欢迎 Jill， 哇塞，哇塞 ，model， 一起来很高哎，庐山真面目，一二三。这身材是女团的身材啊，怎么会这么高？好高，178呢，哈。哇塞，可以灌篮！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正第一分局的陈之宇 Jill。啊，你们的勤务都是做什么？我是在外勤服务，就是你在路上一般看到那种警察，就是会骑巡逻车巡逻的那种。哦，哎，要小心！他当警察的原因是这个，你讲讲。那个爸爸妈妈个个都是警察，不要得罪爸爸妈妈，都是刑警，警察世家。对，所以一家四口都是警察。对，天哪，都在为民服务，非常不容易。那你怎么会看爸？爸爸妈妈这么辛苦，你还想当警察？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会跟着妈妈去办公室工作，然后就是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就是其实都会看他们办案啊，干嘛都觉得非常有趣，然后有觉得蛮有正义感的，然后就觉得是一份可以从事的行业，可以胜任。对啊，因为很了解。能不能不礼貌的问一下，有没有处理过你认为比较大的案子？自己辖区里面就是有一个钱柜，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因为平常就是会有很多喝醉的，算是酒空那种。哦，酒空，酒空啊。通常会说酒客，对对对，酒空，对对对。民众，民众，对。这个姑娘，我听她讲话里面残留的尾音，就知道山东人。山东人啊。不是，我只是长比较高而已。屏东人，没有台南，罗东，台南呐，台南啊，乡同乡，特别有感觉，台南太远了。就是他也是会有很多，就是其实喝醉的人，然后会有成群的，就是在楼下打架，然后在前柜，你是不是抓到大根？他前面有个大广场，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聚集，然后两个帮派，然后就在西门町那边啊。对对，西门町那边。小姐，我们都知道你中正第一分局了。对，他还吓到，你怎么知道？对啊，你是大安，我就是说东区的，对不对？对对对，两帮人马。没有，他身上有带武器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危险，有去追他。
把他的武器就是先抢过来，喷装，他喷装，哎，这好可怕，这很重要。西门町我也曾经跟人家是两帮人马，怎么了？怎么了？先哥，怎么了？怎么样？怎么样？这可以讲吗？不要讲，那个已经是对峙的，大概差两步路而已。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冲出来，有人就喊：“宪哥，轮到你们了。”雅香那个卖那个火锅的，哦，排队啦，排队，对不对？排队，好吃啊，这石东火锅很香啊，两路人嘛，真的，两路人，对，一进一出嘛，对对，两路人。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好惊险，他们还是我们，对，明明，然后其实我们早就有人，你们先到了，对不对？我后面到，人一看，嗯，吴宗宪来，怎么先进去？那怎么可以这样？就吵架，要吵架，误会啦。那他有遇过那个失智症的奶奶啊？对，就是在辖内的那个银行里面，他就是有在金库里面放东西，就是个人金库，然后他就觉得他报衣领，然后觉得他自己的东西被偷走，然后就请我们去处理。那我那到场处理的时候，就是他一直说他的金库里面就是有少东西，可是就真的没有，可是就跟他在那边耗了三四个钟头，然后也。就是怎么劝他，他也不愿意离开。之后就调了监视器给他看，然后怎么处理好，你知道吗？奶奶，来，永远不会再掉。来，你有什么东西，我帮你做一个单子记录。单子记好了以后，单子别拿走，就摆在这里面。我好像有东西掉了，拿单子出来。对，我跟你确认，有这个嘛？哈，有金条嘛？有存折嘛？都有，每一个都有。然后他念一念，想说，哎，都有啊，都有，就没掉，就 OK 了。有没有？所以我们虽然在警戒服务我，但是我们处理事情要灵巧如蛇。是，扔掉，温顺如鸽子，没错。来，带来示范。那个制服歹徒，而且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歹徒，只要歹徒啊，虎歹还有海歹，没错，看起来我们两位比较像歹徒啦，对对对。大哥，大哥，哎，大哥怎么样？哎，有妹子。把他，把他变大嫂啦，小姐。哦，哎，屁股大大，新人手啦，这个拉的啦。这么晚，这么危险，你一个人回家，我们陪你一起走。动手动脚，不要动手动脚，那我们动头。很无聊啊，不要走。趴下。给他死。给。再重一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有有有，阿华脸都红了，他来真的，不好意思，他来真的，为什么还惨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没事，因为是我大哥去侵犯他的，他只是教唆啦，对，我是教唆而已，手上是正常的嘛，对，正常，对，正常，正常，比原本好看，他原本真的很丑，他们的工作当然就是要真的就是察言观色，真的对，非常重要，真正要到女生动手啊，反而是。如果你看这个身高，这个体型，打不赢他。有女生那个叫嚣的很凶哎。对，轮到他们出来就整个压制住。对，有这种身高真好哎。你有配枪吗？有啊。可以。有用过吗？把玩一样。哎，有厕所吗？西部那种。就擦枪电影电影啊。不要对喜欢枪去研究，然后当警察。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真的要练习。好，好不好？教他这个干什么？你小心，他全家都是警察。有三把枪，你可以不要乱教。谢谢杰尔，谢谢，谢谢杰尔。来，下面一位。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是小新珍。嗯，他呢资历有六年了，他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然后因为粉砖 po 文，然后引发网友暴动，直呼我愿意被逮捕。愿意被逮捕的小新珍来喽。立正或踏往前一踏，这是今天最有那个英气的走路。对，来看看那庐山真面目，一二三。我的小心针啊！哎呦，是他在粉砖上 po 的是毕业典礼的照片，对吗？对，警专受训毕业的时候很好玩，对对对。但是以警花来讲哈，嗯。你的肤色白得不礼貌哦，真的吗？太白吗？太白啊！
真的会吗？当然啦，那赵立强应该是受训会晒太阳。对啊，外勤也会吧？哎呀，啊怎么那么白？没有认真工作。你管人家是有用力保养。对啊，本来想当柜姐，怎么跑去当警察呢？本来想当柜姐，然后去给他面试的时候呢，他就摸了一下我的手，他说你会流手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懂。哦，行啊，不行。他说我们服务客人怎么可以？帮他上妆的时候是手是湿的，对，然后我大概就懂他的意思。你可以帮他卸妆，对啊，保湿啊。持刀报案，有人拿刀又来了。那天是半夜凌晨，然后那个情指中心就是报说，有人持刀在现场，就要杀家人。然后我就是要一个人去，然后那时候想说，完蛋，我今天一定要死亡了。那个购物台有在卖防砍衣，真的，他们有，而且卖的非常好，他们还出二代。可是我怎么试上？就被他砍了。你可以自己先砍边边嘛，先试试看。然后我当下就有一个老学长很好心，他说哇该你起啦，然后他就跟我去到现场，就那个人真的在二楼阳台拿开山刀，哎，开山刀很长吗？长的，对。然后后来我就在楼下一直跟他说，哎，先生你看冷静哎呀，吼，还都爱啃落来啊什么？然后因为他家人自己也很怕死，然后因为你台语太烂，然后笑不懂，他说是靠家人哦，哎，家人很怕，家人自己在一楼不敢上去啊，一定怕呀，谁敢？然后你跟他温。温情喊话，一定要温情，就是感动他，对，然后放下，跟他说那个家人，比如喊你对我喊话，来喊一下，可以。先生，先生，请把刀放下，把刀放下，把刀放下。冷静，太不冷静了吧？叫我冷静，我怎么看到你都压起来啊？不要那冷静，快赶快，哇，好像好像，把你刀啊砍了来啊！我刀啊砍，把你起来处理一下。我绝对是没起你耶，好惨哦！因为上去很危险啊。后来还有叫救护车，你知道，先把他送医，先让他冷静去。对对对。太激动了，他是正常的冷静，还是属于他本身就有精神方面的状态？后来说他真的是有精神疾病哦，对对啊，有一点。我们现在这大家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信不信心梗病或者什么，不要怕这些，没错，就跟得了感冒对是一样，我们面对问题，问题解决一半嘛，没错，逃避问题，问题就增加一倍，永远把他捂在家里关着，有那种有没有？以前还有什么绑铁链？对。哎，家里不要这样，真的不用这样，想办法让他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社会。对对对对，大家多一点容忍、包容的心境，没错，好吧。这个诈骗很多哈，你们都有参与诈骗，对不对？帮忙宣导吧，宣导的有几位嘛？女生来说都比较有说服力嘛。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我们要怎么一起来推广一下？就是大家就是遇到这种诈骗，先冷静，不要冲动，因为其实有些民众会被骗，主要是贪小便宜。我姐姐自己也有被骗。对，就是他们会忽略，就忘记去询问家人。你不一定一定要打165，你也可以询问自己的家人、朋友，是，或者是有当警察的，或者是打165，或者去派出所问一下，都好。对啊，因为其实钱转出去真的很难追不回来，而且他诈骗的手法也不断的一直在更新。对，没错。好，谢谢小新真，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位的分享，谢谢。